口一秒变喷泉，机车骑士打滑惨摔路面。八号傍晚暴雨侵袭，不止250公斤的人孔盖喷飞，柏油碎片也掉满地。以前就顶过，就比如说没有到那种人孔盖，是这种水沟，这种水沟就是水一直涌出来，就顶多就这样子。是万华的内江街跟昆明街口，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人孔盖的修复工程已经完成了，斑马线都已经重新画上，目前呢行人呢是可以顺利的来行走。事隔一天，路面重新铺平，民众路过还是忍不住停下脚步多看几眼，因为前一天的场面实在太过惊险，短时间暴雨造成污水管里头的空气被挤压宣泄不及，造成惊人水柱高达2-3层楼高。而新的人孔盖虽然乍看没什么特别，不过设计和被喷飞的传统人孔盖已经大不相同。新版的耐阳压人孔盖遇上暴雨承受巨大压力时会上浮2公分，制造空隙进行排气。台北市从去年开始汰换，但还是有1200座旧版人孔盖需要再花2年时间更新。今年跟后年都有这个计划，预算都编了，把这些主织干管跟分支1200的铁要去把它更换成耐阳压的。以后如果遇到好暴雨的时候，我们的那个污水抽水站的抽水机会提早启动。8号暴雨造成台北市有24座人孔盖气冲，北市府连夜抢修。因应极端气候也要加紧更换脚步，避免人孔盖喷飞便携离子成了马路的超级杀手。三立新闻潘建华、詹欣欣报道。